你像我给你带的衣服，谢浩哥。你不打开看看吗？这个是杂志款。我买房款就只是买个款式而已。嗯，这可是我特意为你订的。有没有看出什么来？哦，现在的房款做的越来越精细了。老板，哎，来了来了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去吧去吧，我走了啊。哎， 喂，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昨天有没有一位男士在你们这买了一条5800元的女士长裙？稍等，我帮你查询一下。好的。是的，是有一位姓江的先生，在1个月前预定的。谢谢。 你在干嘛？借滑板玩一下。滑板？你睡。 给我这个干什么呀？我网上参加问政答题中奖了，白送的。你去玩吧。浩哥，你可以自己去啊，爬爬山，放松放松。我这不是有个小卖铺离不开身吗？这个笨蛋想约我，要说出来啊。哦，这个券是一人一间房的，你也可以跟朋友去玩。或许我以前是错的，我应该给浩哥一个机会。那，要不我俩一块去？ 真的吗？还是说你的小卖部没你不行啊？不是，那个，你等着我，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。你等着我啊！你等着我啊！
子夫，来这儿干嘛呀？小曼。嗯。其实有些话，我早就想跟你说了。你说，怎么这么严肃啊？小曼，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啊，你是我最亲近的学弟。我不想以学弟的身份喜欢你，可以吗？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从大学那会儿开始，我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。直到后来，我才发现，原来这种不一样，就是喜欢。子枫。不想伤害你，但是我也不想骗你。你在我心里，其实一直都是弟弟。是不是喜欢上烈剑了？你们一开始就是假的呀，我怕他。我不怕。小曼，你。子枫。对不起啊，小曼。我洗好碗了，来接你回家。嗯，那我们回家。不喜欢的话，可以把我推开。
间会想起拂面暖风轻轻我微醺，想起你